帮我点一下关注好不好？基本算是整理完了，基本算是整理完了，快累死了今天。因为天气突然转凉了嘛，然后大家都需要厚的衣服，都冷了，来到我店里都说要羽绒服，要厚的棉衣棉裤，所以比较忙。刚刚忙完，我想开会直播吧，好久没有开直播了。新进来的宝宝没帮主播点下关注的，帮主播点下关注哈，帮我点下关注好不好？因为刚刚整理货，今天才是刚整理完，还没有下班。我看才刚9点多一点，我想播开会直播吧。新进来的宝宝帮主播点一下关注。今天不卖货，只是聊聊天。然后你们有对我店或者是对我本人有什么想问呢？我们可以聊聊天，互动一下。或者你们对店里对衣服啊什么有什么需求的，可以讲一下。我跟你讲一下吧，今天我卖了一款羽绒服，卖的比较好的，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一款，叫冲锋衣吧，里面带有这个的，带有两个背肩的这款冲锋衣。这款这个风衣比较厚实，今天可能卖了还有3件。然后里面大家能看到是羽绒的，而且是那种定型的羽绒，面料非常非常厚。这天一冷，大家都在找这种衣服，真的很厚。今天这一款卖的特别好，我刚刚整理完衣服，快累死了，所以迫不及待的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款衣服。这是款羽绒服，这是一款羽绒服，两个颜色，一个粉色，一个黑色，比较厚实。里面能看出来带有两个这个背带的，如果我们就是出门什么的，如果这款衣服我刚才没穿错，以为穿错了吧，如果这款衣服咱们穿着热了，不要拿在手里，直接背在后边就可以了。店在哪？那个啥宝宝，你到我那个缘由心生，你到我那个主页作品里去找，因为我在这个直播间里不能说在哪，我有已经这样说好几次，被这个抖爸爸给提醒罚款什么的了，所以你到我作品里找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这个店是在我的作品一里有，然后焊接的还在作品里，我有时间我会把它置顶的，没有帮主播点关注的宝宝，帮主播点下关注哈，帮我点下关注，然后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店。其实不想带货，带货有点累，说句实话，因为每天工作到已经很晚了。我刚刚收拾好店里，刚刚把衣服还有几个板没有挂上去啊。我看咱们直播间进人了，给大家聊聊天，然后有想问什么东西的来问。今天就想把我身上这款羽绒服看一下，它是个中长款。真的很厚实，很暖和，我自己就要留一件了啊。然后这款羽绒服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厚实啊，而且价位还不高。它是一个假两层的，其实是不能脱壳的，但是这款羽绒服显瘦不挑人。里边是带一个那个肩带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说句实话，我不方便怎么背这款衣服。新进来的宝宝，没有帮主播点关注的，帮主播点一下关注哈。哎呀，这个袖口啊挺紧的，它的这个做工能看到的。其实这一款是一个品牌的，然后我把它给没有标，看到没有，没有任何标，它是一个大牌子，我随便看一下吧。这个牌子的能看清楚吗？呀，对，它是一个品牌的，我把它给搂来了，想办法找人给搂了啊。能看到后面带两个这种肩带的，这是里边的，就好像要比咱们这个视频里有点暗，实物稍微亮一点。这个颜色今年卖的真的非常非常好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橘色，特别提肤色啊。
其实我本人比较喜欢素雅一点的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我穿起来也好看，我穿起来也好看。新进来的宝宝没有帮主播点关注的，帮主播点下关注哈，非常非常感谢。因为我平时比较忙，没有时间直播，就是想给大家聊聊天，想给大家聊聊天。你看有你们想喜欢什么的，你们可以问啊。因为我店里衣服比较多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比较系统的观察一下吧。这边个能看出来吗？全是羽绒服，全部是短款羽绒服，大概有几十个款。这是只是一边，大概有几十个款。来，镜，我把这个开开，让镜头跟着我走。好，来了，跟着我走。你看这边个。因为款式比较多啊，款式比较多，一直到这边都是，一直到这边全部都是，全是羽绒服。然后这边能看一下吗？这个能跟着走吗？这个怎么没打开呢？哦，好了，开了。来这边，看这边的羽绒服，看一下这边羽绒服，这边都是长款的羽绒服，就是店里的货比较全，比较多，还有带毛领的。然后后期再跟着这边走一下，没有上小黄车，没有的亲，今天不直播上小黄车，因为太累了。我就是想给大家聊聊天，如果想那个上到我这里来的话，如果是咱们就是同城的，可以看作品一，作品一有具体的，地方啊。然后就是这边是羊绒大衣，这边全是派克服。全部都是派克服。今天我因为不能播的时间长，有点累了。哦，我刚才拿的那个稿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是压压压压的，这个牌子真的很厚实。我看一下这个价格，598，598，店到那个赞美的回忆，你到我作品一去看。因为我在直播间不能说，羽绒的598，有两个颜色，给你们看一下颜色啊，两个颜色，还有一个粉色，粉色今天就一件了，然后黑色就两件。今天比较冷，这款哦真的可以过冬，羽绒服真的可以过冬。然后今天卖的就剩这三件了，粉色就一个，谢谢关注，谢谢点爱心，非常感谢。我没看清这是谁给帮我点的心心。新进来的宝宝没有帮主播点关注的，帮主播点下关注，我会抽时间上架，开心不上小黄车。因为我店里的衣服你们看一下，款式有点太多，而且店里没有足够的人让我去直播，或者是没有时间去这个上架小黄车。这所以。简单的给你们介绍稍一下我店里的具体的情况。然后这边就是这边三一排全部都是裤子，全部都是加厚加绒的裤子，还有羊毛的裤子，各种版型的都有。我身上穿这个裤子是叫水貂绒的，是水貂绒的。有我店里毛衣啊，它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。刚刚